做决定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你就是我心动的原因，想得到你注意，脑海里都是你，再拉近些距离，耳机分支给你，想和你去经历很特殊的剧情，陪着你一张风飞行，我不会再迟疑，也不用再做决定，你是我的命中注定。没想到我慌这么早。我听说这三个月以来一直在找不同的人带进来，你想干什么呢？你想买腾跃的那块地？咱们打个赌吧，我赌我爸不会买腾跃。赌注呢？我赢了的话，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